等我们老板来了，看你还能不能这样嘴硬。等你老板来了，我让他把你扔进海里喂鱼，他也不敢有半点废话。这是好大的口气啊。韩天生只是我的一条狗，我让狗去咬人，他怎么敢不听呢？你小子找死！这种时候还口放狂言，简直不知死活。芊芊，这几个人也太没脑子了，我们还是走吧，别连累了你。怎么回事啊？韩老大，您终于来了。哼，我们老大来了，看你们怎么。陈大师，见过陈大师。老大，没想到此行居然能遇到这位闻名江北的陈大师。啊，陈什么？好像是陈大师。难道是江北那个陈大师？陈大师，你看怎么处理呢？我不想再看到这人。啊，是，给我把这家伙带走。是，走。不要，老大，我错了，饶了我吧。啊？好了，温泉也泡过了，我们也该走了。陈大师慢走。韩老板，刚才那位就是陈大师？不错，那就是我江北的陈大师。韩老板，唐先生，真抱歉，芊芊在这里给你们赔罪了。没事的，芊芊，你最近转型压力很大，我理解的。陈凡，云雾灵泉。啊，今天真是累死了，又是汤剑锋，又是韩天生的，搞得我心力交瘁啊。芊芊，你可是大明星，时刻要注意仪态。好的好的，我知道了。青姐，你知道陈大师是谁吗？怎么看韩老板的样子，对他非常恭敬，甚至害怕呢？我也不清楚，难道是什么大家族的子弟？年纪轻轻就能让韩老板都毕恭毕敬，他来头得多大啊。哎，芊芊，你刚才错过一个好机会啊。这佛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她是我最好的姐妹啊，应该不会这样对我吧。今天可太刺激了。啊，对了，小凡，他们为什么叫你陈大师啊？估计是认错人了吧。怎么可能，你少糊弄我。哪有，赶紧回去换衣服吧。嗯，这人好像是跟着韩天生来的。陈大师，冒昧来访还请见谅，我刚才和韩天生一起在巫山温泉见过你。哦，有事吗？我想和陈大师一起开发云雾灵泉，您的云雾灵泉效果实在太神奇了，简直比最好的保健品还要强100倍。哼，然后呢？您可能低估了云雾灵泉的价值，现在所采用的分销法并不正确，如果我们将它囤积起来进行饥饿销售，再花钱请明星代言炒高它的身价，那云雾灵泉的价值将无可限量。我看云芊芊的形象就非常符合云雾灵泉，到时候完全可以请她来代言。我和云芊芊关系不错，您如果想和她有进一步的交流，我可以牵线搭桥。哦，是吗？陈大师，您可能不认识我，所以对我的话有些质疑。在下汤剑锋，来自中海汤家，我们汤家控股3个上市医药公司，占据整个华夏保健品和医药行业1/3的市场。您若和我一起合资开发云雾灵泉，绝对能横扫市面上任何高端保健品。到时候您出技术，我出资金渠道人脉，咱们3/7分账，您3/7，怎么样？您感觉价格低了？你要知道，现今的保健品行业真正的大头在销售上面。当然，如果您真觉得低了，我可以再让一步，4/6分账，怎么样？先把你拉入公司，然后以技术分析和行业检测为名，要求你公开技术配方，再找个名头把你踢出公司，我换个名字销售。
最低四六分账，你们汤家比起港岛郑家，江北魏家如何？应该差不多吧。我们汤家也掌控着好几个上市集团，在中海也是数一数二的，不比他们差多少。那你在汤家排行第几呢？能说得上话？我虽在汤家做不得主，但我可以保证，汤家一定会拿出最大的资源来为您推广的。我不是担心这个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连自己的身份地位都搞不明白，就在这异想天开，哪怕是魏老见了我，也要和我平辈论交。你在汤家排老几，敢来和我说三七分账？想合作，让你汤家家主亲自来见我。滚吧！狂妄，太狂妄了！灵气水完全由我一人所出，竟然敢张口要掉七成，把我当傻子呢？喂，明天就到了吗？那我马上赶回来。小凡，你怎么在这等着？妈，我太想你了妈。今天这么殷勤，不会是怕妈跟你算账吧？你在楚州逃学的事，你唐姨可全告诉我了。妈，你一个人支撑着锦绣太累了，要不还是回来吧。我们一家人好久没有一块儿出去旅游了，咱们去看看东非大裂谷和巴西雨林吧。胡闹，我若放弃锦绣，咱一家子就吃你爸那几千块钱死工资。还有你也不好好学习，妈要是不给你挣点家产，日后怎么娶老婆？妈，你就别数罗小凡了，他知道错了。安姐姐，也就是你安姐姐护着你，否则有你好受的。上一世很厌烦母亲的说教，但等我想听的时候，母亲已经走了。安姐姐是母亲闺蜜的孩子，安家不想要她，最后是母亲收养了她。我小的时候调皮，每次闯祸，姐姐都会护着我。母亲工作忙，也都是安姐姐在照顾我。我没有零花钱的时候，姐姐还会把自己攒下来的钱都塞给我。母亲去世后，也是安姐姐撑起了锦绣集团，若不是我一意孤行，锦绣也不会分崩离散。上一世我辜负了很多人，但最让我歉疚的还是你啊。小凡，你看着我干嘛？这小子在楚州闯下祸了，想让你帮他收拾烂摊子呢。当然是因为半年没见，安姐姐比以前更漂亮了。你啊，就不贫嘴。我们回来了。妈，吃个水果吧。好了好了，你们自己去玩吧，我和你爸有正事要谈。那我们出去了。小凡，你不会真的闯祸了吧？哪怕真有麻烦，我也会自己摆平的。小凡真的变了好多啊，现在整个人都自信满满的。对了，姐，我有个礼物要送你。什么礼物啊？是一枚护身玉符。这是你自己买的？小凡，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你可不能在外面学坏啊，我不会纵容你的。就是普通的羊脂玉，不贵。姐，我给你戴上。这玉戴上后感觉身体暖暖的。安姐姐，这个玉牌你要随身带着，它可是我请一位大师开光的祈福玉牌，能保平安的。啊，洗澡睡觉都不能拿吗？不能，你一定要答应我。好。我这里还有两块玉牌，安姐姐，你来送给爸妈吧，就说是新年礼物。你小子越来越孝顺了。我知道啦，明天要去爷爷家过年，记得收收你的脾气哦。放心吧姐，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。哎，爷爷，三叔他们不知什么时候到呢，您还是回客厅休息吧。我这老胳膊老腿，天天打太极拳，站一会儿不碍事。好久没看到小凡和小雅了，不知道是不是个头又长高了。陈凡那幼稚没礼貌的小屁孩，有什么好惦记的？要不是看在安雅护着他的份上，哼，三叔和云姨这么优秀，怎么就有个不着调的儿子呢？爸，
小宁。爸，三叔，云姨，新年好。爷爷。爷爷，我们回来了。回来了好，回来了好啊。小凡这气质怎么沉稳这么多了？好了，我们上楼聊吧，下面就留给孩子们。能让老爷子亲自出营的估计只有陈凡一家。小凡，不过来和我们一起坐吗？好啊。陈凡，我听说云姨今年赚了不少啊，怎么没想着给你买辆豪车啊？要车干什么？你以为我们小凡是你啊？他还是学生呢。哎，安雅，你这话就错了，陈凡那成绩和我也就半斤八两，再读也是浪费，不如早点进公司学习，以后也好给云姨分担分担。那我要是考上金陵大学的研究生呢？你进金陵大学，你若考上金陵大学，我以后见到你都喊你大哥，行不行？小凡。没事啊，姐姐，如果我赢了，我要他毕恭毕敬叫你一声姐。如果你输了呢？我要是输了，随便你提什么要求。好，一言为定。到时候你可别耍赖呀！啊，看来只能让妈找找关系了。小凡，学习是头等大事，有了名校文凭，无论是考公还是接手云姨的产业，都事半功倍。文凭不但是学历，更是能力的证明。这小子就是没经历过社会的毒打，这目中无人的态度，迟早吃瘪。这次在回陈家村前，我们先聚聚，开个小宴，总结一下今年的得失。先从老大说起。正行今年办的事情不错，市长跟我提过你，对你赞誉有加。大哥一向做事沉稳。老二你就做差了，陈氏在你手里没有一点起色，你甚至还不如小云。是爸。好了好了，老二也没多差，公司那么多股东给他拖后腿，他已经很不容易了。要不是这个女人将自己的儿子拐跑了，又惹来祸端，现在的陈家不知是何等兴旺。你呀，就知道护着老二。可行啊，你现在工作不错，要多努力呀。我知道的，爸。就一个屁大的副县长，搞得好像副省长似的，老爷子太偏心了。要我说，老三你干脆调来金陵算了，泗水县那种落后的地方有什么好干的？可行他。我爸现在官虽小，却是在踏踏实实做着功绩，几年之后升个市长省长还不简单。大人说话，小孩子别插嘴。哼，你们还不知道吧，小凡刚才还说他要考金陵大学呢。相比之下，我感觉还是三叔升市长来的容易。哼，老三，你该管管自家小孩了，别没事就说大话，丢我们陈家的脸。是吗？小屁孩，现在知道口出狂言的下场了吧？别人以为陈凡在说大话，但我感觉他眼中流露出的那股傲然和自信，绝非虚假。可是他这股底气从何而来呢？哎，我先上楼了。哎，你爸就是个老古板，别理他。他们一群混日子的官僚，也好意思对你爸说三道四。老妈的性格还真是爱恨分明啊。嘿，哈，哎，小凡啊，你打的这什么拳法？我怎么没见过？爷爷，我这叫真武三十六式，是一位师父传给我的，您要是学的话，我可以教您。不用了，我都七老八十，打打太极拳还可以，你陪我走走散散步吧。好。小凡啊，你父亲一生耿直，却不知道在这世上还是和光同尘最重要。红楼梦中有一副对联，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我们得接受这社会的规则，融入它，运用它。
你大伯志大才疏，你二伯碌碌无为，你父亲虽有能耐，但太过固执。家族小辈中，也就陈安还能看，但他太过看重功名利益，对亲情太淡薄，只顾自身。日后我若死去，家族交到他们手中，只怕没几年就要分崩离散。爷爷，您还能活好久呢，别说丧气的话。我的身体我自己不清楚吗？小凡，这一辈中我最看好的其实是你呀。爷爷，爷爷您放心，这个陈家我会为您守住的。好，好啊。那就是陈潇吗？金陵陈潇啊，陈家这一代最出色的人物。哼，怎么小凡你也想进去做啊？我若想哪里都来去自如，区区陈家大堂有什么难度？哼，你继续吹牛吧，我看等会儿贵客们来拜访的时候，你们家还能不能这样嘴硬。好了，你少说两句。哪怕我家没人脉又如何，有我在这里，便是千万人也抵不过我一根手指。真是好大的口气呀、啊！哎，大哥，我看人快来了吧？应该来了。立德建筑公司董事长，梧州矿业公司的张总。早知道就请几个中海的生意伙伴来了，来的都是别人家的人脉，快尴尬的。怎么样，小凡，你现在还感觉人脉没用吗？别呀、啊，安哥，我们这位小弟可是说了，千万人也不如他一个呢。楚州严氏纺织集团董事长严总到。陈家年会，怎么有楚州人跑来了？楚州远在江北，和咱们金陵不挨着呀。没打过交道啊，可能是来找我的吧。严老。板，陈先生，总算找到您了。你是小严？是我是我，您之前找上等玉石，我出力不少呢。你怎么来了？这不是想着给您拜年吗？陈凡如今名动江北，又手握云雾灵泉，当然要趁早巴结呀。严总，严总啊，你别跑得这么快呀。没规矩。严总，快随我去大堂说话，这里都是小辈们待的地方，以您的身份不合适呀。你是谁？没看到我正在和陈先生说话吗？我是陈氏集团的董事长陈千行啊，您不是为我？哦，陈先生，您看我要不要去拜见下令尊和令堂？去吧。什么？这胖子竟然是来找他的？难道是王小云那边的关系？但是一个纺织公司，一个地产企业，能有什么联系呢？那我严总怎么好像是冲着陈凡去的？难道是陈老三的关系？毕竟都是楚州来的。陈县长，陈夫人，小严来给你们拜年了。严总，您在楚州也是大老板，这不是折煞我们吗？比起您二老和陈先生来，我这点算什么？这是给陈夫人的小贺礼，陈夫人一定要收下呀。那谢谢你了。我此行就是来给陈先生拜个年，就不多打扰了，这就告辞。这是什么情况？怎么感觉来的不是什么大老板，反倒像包工头给领导家送礼一样？这个严胖子还算识趣，送完礼就走，既给我爸妈留下印象，又不招惹我的厌恶。三嫂，严老板送的什么礼物啊？让我们看看呗。这我也没见过严世高，这礼物要是什么地摊货，那我们家就真成笑话了。算了，死就死吧。啊，天哪，天然满绿玻璃种翡翠镯呀，这不得上千万吧？等等，我想起来了，这是之前在港岛佳士得拍卖会上被拍走的那一对春满楼啊，当时拍了5000万港元。可行，这太贵了，要不咱还回去吧。
先收着吧，哪怕要还也不是现在。而且我总觉得那严老板是冲着陈凡来的，可是怎么可能呢？陈凡的能耐我会不清楚。楚州正德控股集团郑九龄郑董到。竟然是郑九龄，我们陈家和他没交集啊。上一个楚州来的似乎是冲着陈凡来的，莫非这个也是？哎，郑老，您怎么来了？是陈董啊，我此次是来拜贺陈先生的。陈先生，难道是我大哥陈正行？大哥确实要高升了，连江北的大富豪都登门拜见。之前那个严胖子好像也是这样称呼陈凡的，难道我想错了？不是陈秘书长，我是来给陈凡陈先生拜年祝贺的。陈凡，果然自己的直觉是对的。陈先生，九龄来给您祝贺了。坐吧。估计陈大师这个身份是瞒不了多久了。郑老，您是来找我这侄子的？陈先生地位尊崇，陈家家宴我等理当来贺。就他陈先生还地位尊崇？小凡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陈先生对我有再造之恩，九龄一直感激涕零。再造之恩？他一个学生对你一个十几亿身家的富豪有再造之恩，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天河市原港集团韩天生，清水市华盛地产董事长，楚州天豪娱乐公司总经理周天豪周总到，海州东湾集团董事长徐傲徐董到。徐傲怎么也来了？陈家家宴，我等特来给陈先生拜贺。啊，这真的还是我看着长大的陈凡吗？陈老爷子。徐董客气了，你从海州远道而来是我等怠慢了。陈先生家的年会我怎能不来？陈县长、陈夫人，我等前来拜贺。祝您长岁平安。徐董事长，我们才初次见面啊，您无需行此大礼。哪里，陈夫人，您生了个好儿子，如今江北谁不知道陈先生的大名？陈凡大名？你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就陈凡那个穷酸样。这位女士请慎言，你若敢在江北说这句话，我早把你腿都打断了。徐董，您还是要约束一下手下的人。陈先生地位尊崇，对他不敬就是与我江北为敌。陈叔叔、王阿姨，新年好。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呀？怎么来给我们拜年了？我叫许荣飞，许傲是我爸，我和陈凡哥哥是同学呢。王阿姨，这是我攒了一年的零花钱买的礼物，您一定不要推辞了。啊，小姑娘有心了，儿子能找到这么漂亮的女朋友真有本事。这小子谈恋爱了也不跟我们说一声。不过许傲说陈凡地位尊崇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开龙制药万象控股卢总到。陈先生，我等特来拜贺。千万人也抵不过我一个，原来是这样。哪怕来再多的富豪又如何？你终究还只是个学生，你爸也只是个小官。我才是陈家这一代最杰出的精英，我和我父亲才是陈家未来的希望。小飞啊，你老实和我说，陈凡到底怎么回事？爸爸不让我说啊，但陈凡哥哥现在是江北第一人呢，连江北首富沈荣华都不如他。沈荣华，那可是我的奋斗目标啊。可是我自己的儿子我最清楚了，他哪来的那么大能耐？哎，陈家又来人了。白色车牌。魏老，是魏老爷子来了。什么魏老？咱们江南有姓魏的大豪吗？魏老，难道是那位？
不对呀，他何必屈尊于贵来拜访陈家？江北魏家，魏老将军到！快快，正行，快去迎接魏老。这可是魏老啊，我们陈家什么时候有这样的大人物登门了？难道又是冲着陈凡来的？真的是魏老呀，我以前看过他的采访。魏老您亲至，真是令我陈家蓬荜生辉呀。嗯，陈先生，之前我那不争气的孙儿冲撞了您，老头子特来登门请罪的。啊，这才是真实的你吗，陈凡？魏老有心了。陈家不得了啊，今天居然来了这么多大人物。可不是嘛，听说都是陈老三那边的关系，陈家的当家估计要换人喽。小凡，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解释一下了？昨天魏父来了之后，居然还有不少江北军区的军官到访。陈凡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儿子这是给咱长脸了，你凶什么凶？在这之前，我有个提议，我建议罢免陈千行陈氏集团董事长的职务，交由王小云女士担任。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同意。大哥，既然这样，那就由小云担任陈氏集团董事长。这，谢谢吧。那么，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吧。小凡，你怎么会认识军部的人？魏老师因为之前给他疗伤，其他人嘛，是因为有求于我。有求于你？求你什么？这个嘛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内劲武者，武道入了内劲，修行到高深处可不惧枪支。你的意思是你是那什么内劲武者？确切的说，我是一位化境宗师。啊，什么？凭你这一手，他们求上门也并非不可理解。爷爷，我不但习得一身武功，而且医术也非常高明，让我来给您看看身体吧。哎，好吧。啊，爷爷，你……哎，罢了罢了，这件事早就该告诉你们了，我已经是癌症晚期了。爸爸，我临终前能见到陈家后继有人，已经是心满意足了。我可以治，爷爷你放心，我一定能治好你的，只能先用精气丸增加爷爷的寿命，再去找炼制大培元丹的材料了。之前霍东来说武道大会上会有灵药出现，可以去碰碰运气。你这家伙天天乱叫，也不怕惊扰到山下的住客？爷，你虽只是镇灵，但同样可以修炼，若未来能够凝聚实体，甚至可以摆脱云山大阵，化成真龙。家中有你和童山，聚灵丹也快入不敷出了呀。主人，你要外出吗？对，我们一起去参加武道大会。童山这身体过不了安检，只好在站外拦了辆大巴车。你好，我叫廖小倩。你好，我叫陈凡。那个人是你同伴吗？看着好高大啊。哦，他是我大表哥，脑子不太好，不过为人很和善的。这样啊。叶雪，到中转站了，你要不要下去走走啊？不去，你一直在跟谁说话呢？后面的，叫陈凡和童山。哦，你们好。你好。燕雪她性子比较冷，你别介意啊。没关系，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一直被人捧着，也难怪会傲慢。哎，对了，小凡，你到灵州后有什么打算吗？要不和我们一起玩吧。不了，
我朋友在林州等我呢。那好吧。哎，浩哥，您来了。哟呵，没想到这穷乡僻壤的还能见到这么水灵的妹子。喂，你起来，我要坐这儿。你在和我说话？怎么，这里还有第二个人不成？快起来。小兄弟，你还是给浩哥让一下吧。好吧。这就对了吧。我起来不是给你让位置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喂，你太吵了。哥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哎呦，小兄弟啊，刚才那人很不好惹的，你要不现在就下车吧，我不算你车费了。哼，没事。真是个怪人，哼，关我什么事？有车追来了。哪来的小兔崽子，敢惹我们浩哥？刚才谁把老子扔下来的？现在下车领死。小雪，怎么办啊？你别着急，先看看情况再说。小兄弟啊，你不听我话赶紧下车，这次惹上大祸了呀。那浩哥不算什么，但是他背后的军哥可了不得呀，这清水与江州的交界都是他的地盘啊。那个就是军哥，你现在听我的，乖乖下去赔礼道歉，说不定能免得一顿打呀。知道刚才做事没脑子，现在后悔已经晚了。哼，你真要下去啊？他们要是不接受你道歉怎么办？大表哥再能打也只是一个人啊。没事，他们奈何不了我。你若求我的话，我可以帮你摆平的。用不着。哼，超自大的小屁孩。小雪，你快想想办法呀。好吧，毕竟他也是为我才惹的麻烦。五爷爷，是我啊，小雪。小雪，是燕雪呀，什么事啊？怎么突然打你五爷爷的电话？我们的车在清水城东这边遇到点小麻烦，我一个朋友得罪了叫军哥的，现在被他们拦在路上了。军哥，是肖镇邓军的小子呀。没事，小雪，我会解决的。谢谢五爷爷。你姐姐既然将你交给我，五爷爷自然会保证你安全的。怎么样，小雪？放心吧，事情摆平了。这个关系本来准备留在关键时刻再用的，没想到会因为这种小事。人情这东西是用一分少一分，下次再想找五爷爷办事恐怕就难了。走吧，我们下去看看。啊，军哥，就是这小子。这位朋友，你得罪了我兄弟，不给个交代吗？我这个兄弟只需要你让下位置，你就把他从车上扔下去，你至少得赔礼道歉，然后给些医药费吧。医药费？不知道你们要多少医药费呢？老子都被破相了，没个十万你别想走。十万太少了，少说也得几百万啊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朋友，你拿我们寻开心是吧？不想给就直说，咱们手底下见真章。住手！军哥是吧？这件事到此为止，我们互不纠缠，怎么样？小妹妹，你要是陪我们军哥睡两晚，别说这件事儿，便是让耗子给你磕头道歉都没问题。你们流氓！军哥，你的意思呢？赔礼道歉，给我兄弟敬杯酒，这事儿就算结果。若能自己解决，自然比劳烦五爷爷要好得多。哼，你那兄弟给我跪下磕头道歉，这件事我就不追究。小子，你找死！看来小兄弟要和我们玩真的呀，想要英雄救美，那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住手！军哥，你连吴老爷子的面子都不买了吗？什么吴老爷子？你是说江州的吴老爷子？不错。
吴老爷子可是江州的大豪级人物，他说认识吴老爷子，我也不太信。这样吧，你让吴老爷子给我打个电话，万一你是诓我呢？吴老爷子马上就来了，你等着。好啊，我等着。江州的吴老爷子是上次魏老三他们说的江北的叛徒吗？邓军，你找死啊！吴老爷子的客人你也敢扣？原来是刀疤呀。怎么，吴老爷子没来，派你这个怂货过来？不是五爷爷亲自来啊？哼，老子没时间和你废话，这人是吴老爷子亲自要保的。行，你要的人我交给你，但吴老爷子没说这个人也要保吧？哼，电话里只提了一个人呐。啊，小凡是为了我们才惹到他们的，燕雪，我们不能丢下他。哼，想保下这小子，就叫吴老爷子亲自来，或者让我们清水市的哪个大佬给我打电话，否则，别怪我下手太重。小雪，你快想想办法呀！我哪认识什么大佬，我家只是陆家的旁支，要不是靠燕无钱，只怕吴老爷子连我的电话都不会接的。小子，这时候我看还有谁来救你？清水市的大佬我就认识一个人，叫他来行不行？先报上名来，看我听没听过。他好像叫什么刘国栋。刘国栋，这什么狗屁名字啊！国栋，清水光头刘。他说谁？你认识刘老大？军哥，别听他瞎说。刘老大什么人物啊？能认识他一个小兔崽子？估计是听了刘老大的名头，拿来吓唬我们的。哼！啊，你认识光头刘？小子，要是让我知道你在骗我，你就死定了。是我，有个叫邓军的在路上拦我，不肯放人。你认识吧？嗯，搞定了。哼，小子挺会装啊，你还真以为自己认识刘老大不成？兄弟们，给我打！不知道老子在忙吗？啊，刘老大，刘老大，是，明白，明白。对不起，陈先生，我没想到。军哥，和他废话个屁，直接把这小子。军哥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给陈先生赔罪！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就饶了我吧。陈先生，他就是一个二货，您就别跟他计较了吧。啊！我的腿，我的腿！童山，可以了。可惜没见到那个吴老爷子。回去告诉吴延修，就说陈凡不日会登门拜访。吴延修，这不是吴老爷子的名字吗？这小子什么人？用一个电话打到光头刘那，又姓陈，才不到20岁。啊！莫非他就是那个传说中的陈大师？这可是真正威震江北的大佬啊！得赶紧回去告诉吴老爷子。小凡，没想到你这么厉害啊，居然认识光头刘这样的大佬。认识光头刘有什么了不起？像光头刘这样的小角色，在我们家一抓一大把。小凡，你真的不跟我们一起吗？不了。你可别仗着大表哥就胡来啊！现实中存在真正的高手，他们的实力远不是你能想象的。尤其是这些天的林州，你千万别惹祸。你要是惹了祸，就报我的名字，说你认识陆家的人。没事，陈某纵横天下，这世间还没有我惹不起的。哼，又吹牛了。平时武者难遇，现在随便都能碰上，果然这趟武道聚会来对了。神识印记，有人带路就是方便。
阁下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从汽车站出来就尾随我？你竟然能发现我？主人，大意了，铜山实在太显眼了。我追着你是想问一下，武道聚会的地点在哪里？就因为这个，我可以带你去。不过，有什么报酬吗？这是丹药，你那里还有没有？我全都要了，你开个价。你若替我好好办事，我可以再给你几颗。好。我叫辛丑，是中州辛家的人，此次来参加武道聚会，就是想求取一些丹药，回去给家族中小辈奠基修行。这种丹药很少见吗？陈先生，你给的已经属于上品丹药了。这样啊。这次聚会，据说青藤李家和药神谷也会来人。青藤李家？药神谷？青藤李家是当时最闻名的中医世家，而药神谷更了不得，他们是术法大宗，最擅长炼丹制药。现在市面上流传的丹药基本上都是出自药神谷。想要找到灵药，恐怕就得落在这药神谷和青藤李家的身上了。居然是内劲大成的高手，这举办武道聚会的势力很厉害啊。那是当然，林州陆家当时最顶尖的武道世家，有宗师坐镇的。陆家？不会真是那个陆家吧？中州辛家辛丑前来参加武道聚会的。请进。这位先生，很抱歉，里面是私人聚会，普通人不允许入内的。我是来参加武道聚会的。你也是武者？陈凡，林州真小啊。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来这里参加聚会的。聚会？你恐怕是听到什么消息误打误撞来的吧。两位叔叔，他是我朋友，可不可以跟我们一起进去？很抱歉，这位小姐，这里是私人聚会。我爸是陆世勋，我也是陆家的。陆世勋是三太爷家的，既然是陆家的，你们俩可以进去，但他不行。小雪，怎么还没进去？我遇见一个朋友。啊，好帅啊。先去拜见老太爷吧，之后再来和你朋友叙旧。少爷，再联系吧。这就是林州陆家的大少爷陆鹤轩，据说是个武道天才，不满30就踏入内境大成了。都什么年代了还少爷？我可以进去了吗？想进去可以，你若能把那个鼎震动就行了。好大的力气。阁下请进，不过进之前请留下名号。楚州陈北玄，这是我的随从铜山。武道聚会要前后持续半个月，前10天是交流修行心得以及售卖丹药法器，后5天才是切磋武道。还有法器？当然，法器又不是只有术法高人才能用，我们武者同样可以用来辅助修炼。咱们武道界也与时俱进了，现在大家都不谈内劲武功，开始谈钱做生意了。新老二，你怎么才来啊？身边带的是谁？怎么看着不像武者呀？孙峰赞，你说话小心一点。这位可是楚州的陈北玄陈公子，身后的是他随从铜山，这是孙疯子，心意一脉高手。楚州的？我有一位师兄在楚州，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，他叫郭威。威胜武馆的郭馆主，我见过几次。听说你们江北出了个陈大师，号称少年宗师，不知是真是假呀？扯淡，那陈大师据说才20岁，就说入了化界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恐怕这些人不知道陈大师就在他们面前吧。青藤李家和药神谷的人来了。那男的就是青藤李家的李一征吧？据说什么级别他一征就能搞定。女的估计是药神谷的，
这道派古老神秘，真没什么人认识啊。欢迎各位来参加我陆家举办的武道聚会。我旁边这两位分别是青藤李家的李一真李兄和药神谷的静怡女士。我这里有一位灵芝青玉丸，不知道药神谷能不能帮我炼制。我前不久被一个高手打成内伤，李兄能不能帮我看一下？我也不能闲着。兄弟，你手里也有丹药？不错，我正好有很多炼制好的淬体丸。这确实像丹药，里面的药力看起来也很浓，不知道效力如何。哎，这卖的什么丹药啊？有效果吗？给我看看，给我看看。这位小兄弟，可不可以把你这丹药让我看看？自然可以。嗯，啊，这是顶级丹药啊，而且确实有淬体炼身之能，若有外家高手得到，恐怕能硬生生冲破由外而内的极境。小兄弟，你手里还有多少丹药？我全要了，一枚十万。做梦吧你，这种顶级淬体丹药十万就想买下，我出三十万。五十万一枚。这淬体丸对使用者的体质和意志力要求都极高，并且只对修炼纯外功者有效。100万，我出100万一枚。丹药这东西是消耗品，单价太高就不划算了呀。这人是西南金刚寺的，他们这一脉都以纯外功著称，难怪舍得花这么多钱。小兄弟，你有多少这淬体丸我都包了。我不要钱，你若有同等价值的灵药神药，要多少淬体丸都没问题。啊，这我李家有几株千年老药，不过那都是镇家之宝，不可轻动。如果小兄弟以这淬体丸单方换的话，倒是可以商量。这淬体丸单方已经交给军区，属于重大机密，不可泄露。这单方已经许给别人了。哎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可以用钱买吗？那千年老药是家族正族之宝，先生要用多少亿来求呢？10亿还是20亿？淬体丸的单方我没有，但这种丹药的单方还在我手中。此丹名为小培元丹，普通人服食可百病不生，延年益寿，内劲武者使用可治愈暗伤，修为大增。我来看看。啊，这丹生命气息浓郁，是极品丹药啊。确实是极品丹药，先生想出售丹方吗？我药神谷同样有千年老药，而且只多不少。静怡小姐，这事要讲究先来后到，这位小兄弟已经答应给我们李家了。无需再争，丹方可以给你们，但只有我能练，你们自己练不出来的。此言当真？只有你能练？小兄弟，你莫非是炼丹师不成？不错，炼丹师。若真如小兄弟所言，那我李家愿意一枚千年人参聘请先生当我李家客卿。药神谷同样愿意以此条件，并且还可以开放谷中制药典籍。这可是药神谷和李家呀，一跃就能成为武道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啊。这个嘛，陈兄弟，你若答应做我陆家供奉，我陆家可以拿出陆氏财团5%的股份，并且我陆家家主可以为先生出3次手。陆家的条件，陆家家主太有人了，可是当时宗师级人物啊。我相信先生一定会有明智的选择。我只要千年灵药，不会加入任何势力。哦，既然如此，我尊重先生的决定，不过我陆家的承诺永远作数。那在下先告辞了。失陪了。既然知道灵药所在地，那我这次就来对了。打上我的神识印记，等我找到药神谷和青藤李家，我自己去取。哎，你这下有难了，陆家不会放过你的。匹夫无罪，
怀璧其罪，陆家怎么可能放过？无所谓，随便他们。你终于回来了，我们都等你好久了，饿死了。你们怎么找来了？哼，你一个愣头青，我要是不来看看你，岂不被人连皮带骨的吞了？小雪嘴硬，她可是担心你好久呢。小倩，这丫头表面冷淡，心肠还是不错的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赶紧去吃饭吧，正好吃完饭把你送走。今天来的客人都不好惹，你稍微得罪他们，可能就会死无全尸。我堂堂宗师级人物，岂会怕他们？得了吧，就你还宗师？你听我的，今晚就离开。小凡大表哥，你们有没有感觉周围太安静了？确实啊，我以前半夜走这条路人还挺多的。那自然是，因为今晚我们有客人了。什么客人？陈先生看来已经猜到我们要来了。看来这丹药还挺有诱惑力的。我记得你叫丁鹏吧，是岭南那边的武者。陈先生好记性，我今天就介绍了一次你就记住了。还有新老二孙疯子，你们既然来了就出来吧。陈北玄，你就把淬体丸的丹方以及小培元丹都交出来吧。小凡， 这是怎么回事？他们要拦路抢钱吗？这里是陆家的地盘，你们赶紧让开，否则我贺轩哥一到，你们都要死。小丫头，你以为我们会不调查清楚就出手？你父亲陆世勋只是陆家旁支，丝毫不受重视，哪怕杀了你又如何？你新老二，我说了，你只要为我好好办事，淬体丸自然不会少你的，你又何必呢？怪只怪你身上带着这么多极品丹药，实在太诱人了，何况直接从你身上拿，岂不比帮你办事简单？这就是武道界的规则，弱肉强食，弱就是原罪。别废话了，直接把人带走，这里离陆家太近了，还有这个女人也带走，便是得罪陆家我也认了。哼，我只要淬体丸。怎么办啊小雪？谁能救救我们？我以为大家都讲规矩，没想到最后还是要靠拳头说话。小子，你废话太多了，去死吧！童山，怎么可能？我的飞刀可是能射穿铁板的呀，现在却被直接弹开了，我还是先退吧。先联手杀了这大块头，杀了他，陈北玄是跑不掉的。怎么办？大表哥不是他们的对手啊。没事，童山会把他们处理掉的。去死吧！去死吧！怎么可能？我的手指骨被震得好痛！这家伙太恐怖了！来了！这家伙太恐怖了，我们快走吧！喂！我来会会他！金刚寺的金刚不坏之身，好一个横练硬功！没想到除了我们金刚寺以外也有这样的外功高手。接招。这到底是什么情况？大表哥不是个痴呆吗？怎么这么凶残？陈先生，我错了，我以后绝对一心一意帮您办事，不敢再有半分遐想。你这又是何必呢？但看在你认罪态度良好又有些用处的份上，放过我。不过还是杀了吧，冒犯我陈北玄的，必须用鲜血来偿还。
怕了，没想到这人身手这么恐怖。在铜山手下，内劲高手就像塑料玩具一样不堪一击啊。还好我跑得快，不然恐怕也被撕成碎片了。丁鹏，锦衣小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得手了吗？嗨，别提了，新老二估算错误，我们全军覆没了。怎么回事？那个陈北玄只是个普通人，但是他身边的护卫通山简直像魔鬼一样恐怖。心脏好痛啊！这是咒法？难道那个看着平平无奇的陈北玄其实是一位术法高手？这万法宗的钻心咒还挺实用，用他的飞刀就能施展法术隔空杀他。走吧。这里怎么办？要是被警察知道就完了。别担心，有人会帮我们处理的。让人把这里处理干净，还有这里所有的消息全部都要封锁。是，少爷。这件事必须告诉家主了，没想到只是为了一个丹方差点惹到一位痕炼大师。哎，哎，那个就是痕炼大师啊。哎，他来了，快看。哎，就是他。陈先生，之前我陆家怠慢了，这就把您和铜山大师安排到湖畔别墅居住。小雪，还不快过来，见过陈先生和铜山大师。哼，陈大师，铜山大师。我听说小雪和陈先生之前认识，聚会这些天，不如就让他陪您吧。哼，身为陆家人又怎样？父亲只是旁支，无权无势，连我也是可以随意利用的工具。那就多谢长老的美意了。那陈先生好好玩啊，我先告辞了。小倩怎么样了？小倩昨天被吓到了，一晚上都没睡好，现在还在休息。陈凡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会有铜山那样恐怖的手下？我若是说我是一位武道宗师加修法真人，铜山只是我炼制的一个傀儡，你信不信？哼，我信。哦，反正我现在算被家族卖给你了。我们家在家族里毫无地位，我呢天赋很差，只有长相还行，这次回来就是相亲的。也许做你的女人比嫁给一个不认识的花花公子要好。当年的小琼恐怕也是这样被逼迫最终和沈君文订婚的吧。也罢，既然你能遇见我是你的机缘，我不可能真的娶你啊，但许你一世安稳还是可以的。怎么，被我的话感动爱上我了？你想多了。算了，不说这些了。之前听你说要去摆摊，我陪你一起吧。龙爷爷，你看这个陈北玄是什么来历？他说来自楚州，又半路与烟雪结识，我看未必是真的。江北可培养不出一位痕炼大师，我们陆家的势力终究局限于天南，否则就可以打探清楚了。贺轩，你无需着急，我已经派人去楚州查探，很快就会明白。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迅速突破内境巅峰，我陆家若能再出一位宗师，中海还压得住我们。是，龙爷爷。